今天吃手把肉，其中里边还有一个羊的耷拉板。奶香奶香啊，哇真香，咋这么香？哇，浓浓的羊肉味儿，好香呀，直冲天灵盖。还有肉汁呢，韭菜花都忘了，来点韭菜花。还有一包肉汁，手把肉的制作方法最简单了，一把盐就行。
轻松拿下三块手把肉，明天见。